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85面，585面倒数第五行，从第二句看起，倒数第五行第二句啊，或以佛舍肉身，何有肉眼？这时或者有人怀疑，提出啊这么一个问题，啊，佛把肉身舍掉了，哪来的肉眼？下面呢，举《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啊，《智度论》曰：“慧眼、法眼、佛眼，虽胜，胜是殊胜的，胜过肉眼跟天眼。”非见众生法，于见众生唯一肉眼。法身菩萨妙觉如来住常寂光，也就是回归自性，自性也就是现代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啊，宇宙万有的本体。宇宙之间万事万物啊，都是从它而生的。啊，那么在哲学上是追求这个东西，但是从来没有人见到过。啊，所以哲学的本体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定论。说的人很多，都不能叫人心服口服。大乘佛法里面说这个体呢，就是自性啊，自性清净圆明体，贤首过思望经还原观里面所说的啊，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说：“何其自性呢？能生万法啊，这是真正的证得本体了，证得性体了，在佛法里面这才叫成佛啊，没有见性不能算成佛。化身菩萨都见性啊，只是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干净，所以有42个等级的差别，从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到等觉啊，41个位次。大经上也常说41位化身大士主报土啊，就是10报庄严土啊，这些是真佛，这不是假佛。姜维农居士
在《金刚经》讲义里面讲得很清楚、很透彻，《金刚经》上讲的祝福，它都是以41位法身大士来解释。这就是经上《般若经》上讲的祝福的意思。等觉再上去，这是妙觉，那是究竟果佛。这一尊佛不住在十八土，他住在常寂光，那叫究竟圆满佛。也就是说，无时无明习气断干净，没有了。这些人即使是化身菩萨，他们有能力、有智慧，也有慈悲心，遍法界、虚空界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像普门品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注意这个里面的应字，佛菩萨没有身相，能应设法界众生有感，这个应呢是反应。自自然然的反应。所以32应身是因众生之感而应的。佛有没有起心动念呢？没有。佛与化身菩萨决定没有起心动念。他要起心动念，他就堕落了，他是凡夫，他就不是佛菩萨了。那么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示现八相成道，讲经说法49年，试问他有没有起心动念？这个要知道啊，决定没有起心动念。这个境界很深呢。所以经上常说，化身大士不可思议的境界，这句话说得很切实，我们无法想象。什么个道理呢？这一部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前面读过。那是无量劫来，每一位法身大士修行的无量劫，无量劫的积功累德，加上他的愿力，再加上他的修行，是功德的成就。现在这种成就，科学家逐渐的发现了，这是一桩好事情。科学家今天得的有个概念，
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现象，它的基础都是意念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念头啊。意念从哪里来的？现在还不知道，只发现的它是无中生有啊。无中生有这一句话我们能够理解啊，确实是无中生有。不过这个无它是属于自性啊，科学家没有见到性。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但是自性没有现象，不但没有物质，没有精神，连自然现象都没有。所以心意识达不到啊，再高明的科学仪器也追踪不到，无法探测它，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佛告诉我们，唯真方知，就这段时间，你一定要真的。怎么个正法呢？你能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你就真得。谁放下，谁就真得。真得，这个人就叫做成佛。啊，所以《大乘经》里头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要相信啊，不能怀疑啊。为什么说你本来是佛呢？你能够放下，你就是佛啊，你放不下，你是凡夫啊，放下就是啊。那今天我们为什么放不下？我们对于这段事实不清楚、不透彻，虽然千经万论都在说、都在劝我，我们的态度呢，半信半疑啊，我们没有完全肯定相信他。啊，那怎么办？就在教下去学习啊，帮助你看破，帮助你明了。古人家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真的看到了啊，听经也如是，但是你只能听一部经就好，不要听太多。为什么呢？太多太杂了，你的心不能集中，分散了，可能你这一生呢，你都见不到，见不到你就不肯放下。如果是一门深入啊，那个作用不可思议。一门作用，你的心是定的，心是静的啊，那么一般人如果把心定在一个地方，这佛经常说啊，释迦牟尼佛讲的，至心一处，无事不办。我们现在要办，彻底放下成佛这桩事情，那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的教诲，把心放在一个地方啊，放在一部经。啊，不要放太大的劲，太大劲也麻烦，分量太大了，不是很好的。啊，太短了，也不容易舍心。
啊，像《无量寿经》这个本子很适合，啊，不很长，它也不短。你每一天去读它，你读上10天，我相信你就开悟了。这个悟呢，我们要彻悟，小悟、大悟都不行，要大彻大悟。如果你真能够坚持，10年不开悟，20年，20年不开悟，30年，你决定开悟。啊，如果是求往生净土，那就更容易了。你得到清净心之后，想往生净土，你就随时可以去了。啊，往生就得大自在了。啊，清净心没有得到，不行，没有把握。清净心得到了，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啊，你的念头一动，阿弥陀佛就知道，他就会来接引。啊，寿命有没有到没有关系，不相干。至心一处多么重要！啊，所以佛应化在十法界，应化在世间。啊，应以佛身得度，他就现佛身。释迦牟尼佛现的佛身，应有比丘身得度，他就现比丘身。啊，慧能大师是比丘身，应以居士身得度，他就现居士身。啊，唐朝的富大师居士，什么样的身都能现。啊，那在世间现身呢，当然具有肉眼。啊，这就是于见众生为肉眼呐，他必须跟众生和光同尘，生活在一起。啊，那菩萨堕鬼道，就现鬼身了。在中国佛教里，超度里头啊，有咽口，放咽口，咽口台对面啊，讲究的那一边扎个鬼王，浇面大士啊，最简单的呢是供个牌位。啊，扎一个鬼王放在那边，浇面大师，浇面大师是谁呢？观世音菩萨，在鬼里面现的身。啊，在地狱度地狱众生，就现地狱身。啊，像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在地狱是现鬼王的身份。啊，在恶鬼道啊，在畜生道呢，现畜生身，他不现同类身，他就没有办法去度这类众生。啊，所以一切众生之类，佛菩萨通通都参与，都应化在其中。
这些道理。四相，学佛的同学都应该理解。下面，念老引义集法师所说的，义集是云：由肉眼至障内色故，为化度众生，现有相符，故见肉眼。这就以释迦牟尼佛为例子。释迦佛在3000年前到这个世间来应化，来应众生之感。事先跟我们世间人一样的身份，从投胎出生，慢慢长大成人，一直到圆寂。释迦牟尼佛79岁圆寂，30岁开悟，开悟也是实现的。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这个诸位要知道，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事业叫佛事，佛事是教学，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一天空过。佛陀在世，教学没有宗旨的，一个人来了也教，两个人也教，几百个人也教，几千个人也教，教学的内容非常庞大，不是佛陀自己的意思，是众生想学什么，想求什么，想知道什么，所以这叫祈遣。佛会详细讲解给你听。没有人祈请，佛自己说出来的。这个12分教里头，诸位都知道，无问自说。无问自说的经不多。阿弥陀经是无问自说，自始至终没有人祈请。无问自说是特别因缘，佛看到这个众生缘成熟了，问不出来，没有人请问，他就自己说了。所以学佛在60年前呢，张家大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从哪里去学习呢？老师叫我从释迦谱学习，从释迦方志学习，这两部书《大藏经》里头。现在有单行本流通，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唐朝时古大德，
从经典里面呢记录下来的，抄下来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事迹，像传记一样。我们读了之后了解释迦牟尼佛一生行义，佛在这个世间实现的，为我们所实现的，他不是神，他也不是仙，他求道，道是什么？道是智慧。他的目的不是求，不是求升天，不是求这个求做神仙，不是的，这通通要把它搞清楚。释迦牟尼佛所求的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他要了解这个，要明了这些，这是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用我们现在话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这就是道啊。宇宙从哪来的？万物从哪里来的？人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要把这些东西搞清楚，搞明白。我跟一切众生有什么关系？跟山河大地有什么关系？跟树木花草有什么关系？跟大自然有什么关系？佛是要了解这些。换一句话说，我们中国人讲的圣人，印度人叫佛陀，我们中国人叫圣人，这个意思非常接近。都搞清楚了，都搞明白了，这叫成佛。在学习还没有完全搞明白，才成为菩萨。所以菩萨是在修学阶段当中，没有毕业，毕业就叫成佛了。我们今天看《极乐世界》这部书，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很单纯，只有两种人。极乐世界不是个国家，没有国王。没有政治组织，没有士农工商。我们把这个经从头到尾仔细来看，不只看一遍了。只有佛，只有菩萨。佛是老师，菩萨是学生。所以极乐世界像个什么？像一个学校，像一个校园，只有两种人，老师在教，学生们在学习，学生来自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阿弥陀佛所接引的，主要的是六道众生。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是为六道众生而建立的，慈悲到基础啊！六道众生成佛是太难太难了，他用的方法非常巧妙，用智持名号这个方法，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释迦佛在经典里常讲的智心一处。我们把心啊就定在阿弥陀佛上，这佛号上。坚定不移，不改变。一切时，一切处，就念这一句佛号。除这一句佛号之外，这个心里什么都没有。这叫智心一处。那就恭喜你，你就成佛了。念佛成佛了。我在早年学经教，对净业三福最后一条我怀疑，好多年都不能解决。怀疑什么呢？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因为第三条是菩萨修的，他如果深信因果放在第一条、第二条，我不怀疑；放在第三条，菩萨难道不知道因果吗？搞了十几年之后才恍然大悟，这个因果不是别的因果，就是刚才讲的，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真的，很多菩萨不知道啊。菩萨要知道的话，他就不会走弯路了，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了。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了，这多方便呢？不知道。所以，净业三福。最后这一句深信因果是为菩萨说的，不是别的因果。念阿弥陀佛是因，成无上菩提是果。我们如果真的把这一句搞明白了，实信他地就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统统不要了。你要问几年能成佛了？在一般讲3年，你肯不肯干？为什么说3年？诸位去看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这个里面几乎有一半以上的人数。都是念佛3年往生了。早年曾经有法师问过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些念佛人，他们刚好3年之后寿命就到了？问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如果说这些人通通都是3年寿命到了，这个话讲不通，不合乎逻辑。应该是怎么回事呢？他功夫成就了，也就是说，他念佛三昧得到了，得到念佛三昧，往生就自在了，虽有寿命可以不要。这才能讲得通啊！不需要到寿命到啊，我功夫成就了，我就要去啊。说这个话应该是4年前。
啊，四五年前，深圳有个年轻居士黄忠昌，我讲过几次。啊，他听我讲经讲到这一段，他就下定决心。啊，万缘放下了，一心念佛，闭关。深圳向小丽居士护持他。啊，向小丽居士那一点福报，说老实话，就是护关的功德。为什么呢？他帮助一个人成佛了，这个功德大了。啊，他就是试试看。我一心专念，他在官房里面每一天是一部无量寿经，就是我们这个汇集本，其余时间就念佛。啊，期限是3年，他念到2年10个月，还差2个月，欲知时知，他往生，寿命不要了，30几岁啊，这证明啊，我想的没错啊，啊，有寿命不要了，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在这个地方修行，哪有到极乐世界好啊？啊，黄忠昌居士给我们做证明，三转法轮，他给我们示现叫做正转，那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到极乐世界真的是个容易事情，不是难事。啊，难就难在你不肯放下。啊，这么个年轻人好啊，他简单的，没有结婚，没有家累呀，啊，真是想去就去了。啊，我们今天学佛，尤其是出家，为什么？啊，所以要想想啊，出家为什么出家？啊，我出家。我是为了生死啊！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很多人给我算命看相，都说我短命啊，过不了45岁。我相信，我相信这个绝对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就把自己寿命定在45岁。26岁闻佛法。我只有20年的时间，啊，这20年时间好好去用。能够不再搞六道轮回了，我就心满意足了。啊，所以45岁那一年生一场病，啊，生病那个时候。基隆大觉寺灵源老和尚在那边举行结下安居，啊，叫我去讲《楞严经》。我记得《楞严经》，我讲到第3卷讲圆满，啊，《楞严经》共10卷。讲了1/3，自己得病了。
知道寿命到了，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念了一个月，病好了。啊，好了之后继续讲经。我学讲经是在出家之前，学会了再出家的。啊，我学了7年，26岁开始学佛，33岁出家。啊，出家就叫佛学院，就开始讲经。啊，讲经到今年53年。没有一天中断的，天天干的。啊，这是张家大师教的，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天天讲经。啊，他老人家是30岁开始，我是33岁开始。啊，我跟李老师学教，啊，李炳南老居士出来讲经，是他老人家指导的，啊，原先不敢呢，不敢出来呀，没有开悟啊，释迦牟尼佛开悟了，没问题，我们没有开悟，万一把经讲错了怎么办？害怕，所以老师劝我，现在没有人讲经，我们再不发心，佛法就断了，就绝了，这是个问题。那没有开悟怎么办？那讲错了怎么办呢？啊，老师叫我讲注解，而且注解里头还教我一个原则，你看得懂的，没有问题的，你就讲；看不懂的，有疑惑的，就不讲。哎，这个方法好啊！啊，看不懂的，我就把它念过就好了，念不会错。啊，等于说在讲台上，把古人的这些注解用白话文翻译出来，不要加自己的意思，就不会犯过失。这个方法真好啊！啊，我们再想想，这是应该做的，这没人做了。啊，没有想到是做了这么多年。啊，蒋经国先生做第六任总统的时候，中国佛教会发起做一个人王法会，那祝福他，我也参与了。我在人王法会里面讲《人王经大义》，啊，好像是讲了20多个小时的。20-30个小时，啊，将人完全答应。遇到甘珠和佛，啊，也是我的老朋友，啊，甘珠他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啊，他大我10几岁。法会当中见面的时候，
他告诉我，他说他们在背后常常聊天就讲到我，我就问他讲些什么，说你这个人呢，还挺聪明的，可惜的呢，短命又没有福报。好，我说这个，我自己清楚，不必在背后当面可以说。甘珠侯告诉我，他说你这个十几年，那个时候讲经讲了十几年，功德很大了，不但你的福报很大，寿命很长。这他告诉我，我没想到的，我也没有求福报，也没有求寿命。第二年，甘珠侯佛就往生了。这是个密宗的好法师，我跟他很熟。所以我们现在晓得，为什么我的寿命延长了？大概没别的，就是做一个好样子。佛法在世间是讲经教学的，不是搞迷信的。这么多年来，我大概总讲了有几十部经论了，讲得太杂了。往后如果还有寿命的话，我要回头了，我专讲一部经，其他再不讲。我就选的这部经，大经节也义。我这第一遍讲完了，讲第二遍，二遍讲完了，讲第三遍。我活多久，一生当中就讲一部经，不再讲第二部经。那么我相信，我每一次讲的都不会一样。为什么？境界不相同。这一部经我过去讲过十遍了。讲注解，这是第一遍。这个注解太好了，一看念老引用大乘经论，祖师大德的注解，注疏193种啊！这个注解里头内容包含着性相离事因果。宗门教下，显密圆融都在这个注释里头。这个大经节可以说是释迦牟尼佛留给末法9000年众生最好的礼物啊！没有比这个更殊胜了。简单的，这一本就够了。一切佛法尽在其中。那修行呢？一句佛号。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要像中峰禅师所说的，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心里头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放下了，得大自在呀！啊，心转了，念头转了，这就是念佛三昧。啊，清净心现前，清净心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啊，事出世间法别再管了，不要再想了。啊，把时间通通用来想阿弥陀佛，想极乐世界，怎么想法呢？这经典里面所说的。全是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这就够了啊！还要什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供养，啊，那边生活环境好啊。全是阿弥陀佛，无量劫的积功累德，出家时候，这是受五戒之前出家，法藏比丘，法48愿。五戒时间的修行，这个功德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成就到今天十劫了。啊，无比殊胜的福报啊，是他老人家提供的，去享他的福啊。啊，每一天在讲堂里面讲经教学，没有中断，那是求慧也。你看到极乐世界，这都是福报。啊，每一天听阿弥陀佛讲经教学，是长智慧。到极乐世界就干什么？福慧双修，成就自己圆满的福慧，就成佛。啊，成佛决定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我们出家修佛是为这个，你要是为别的，你就错了。啊，方向目标正确，要认应该认真努力去干，真干。啊，那么你这一次出家就没有白出啊，没有造罪业端正心念，让社会大众啊看到释迦牟尼佛本来面目啊，不要误会呀，佛教是迷信，是宗教。啊，告诉大家，我们是用行动告诉大家，佛教是教育，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是佛对九法界至善圆满的教育，这个没错。我们要做出来，要表演出来，啊，自己要得受用，啊，改造命运就是受用，啊，没有福报，啊，现在得福报，
这受用。没有智慧，现在智慧增长了；没有寿命，现在寿命延长了。真实的福报啊！真实的智慧，本经上说真实的利益，这不是假的。我们再接着看下面一句，觉了法性，就是觉悟，了是明了。啊，法性，一切法的体性。啊，一切法究竟是什么？经营疏运，佛也。能见真实如来藏种，不空实性，明了法性。啊，景星云：能与佛一切种智相应，觉了中道第一义，故云觉了法性。啊，又云：一见佛性。古云就发现，觉了发现是智慧开了。啊，中国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个见就是觉了，啊，见心成佛，啊，虽然成佛了，他无明习气没断，所以他还在十报图里头，这就是大经上所谓的四十一位居报图。他们居住在十宝庄严土，啊，在那干什么？在那个地方断习气，啊，习气没有法子断的，啊，没方法，只有让时间长了，自自然然没有了，啊，这前面跟诸位详细说过，啊，要多少时间呢？要三大阿僧祇劫。无始无明的习气就完全断干净了，啊，完全断干净了，它就是妙觉果位了，啊，不是等觉了，妙觉，啊，妙觉不住在十宝土，啊，他住什么地方呢？他住常寂光。啊，常寂光里头只有一个人，妙觉，通通都是妙觉。啊，十报图里面有四十一个人，啊，这四十一个每一个都代表无量无边呐，啊，四十一个就是十住、十口、十行。十回向、十地，啊，这总共四十个，等觉一个，这四十一个，啊，常寂光只有一个，啊，妙觉，证得妙觉果位了，就住常寂光了。常寂光里头多少佛啊？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啊，说实在话，佛比众生多啊。这就说明说，大宇宙里头
啊，用我们凡夫的这个心态来说呢，啊，境界上来讲呢，觉悟的人多，迷惑的人少。啊，迷惑是十法界的众生，觉悟是常寂光跟十报土的菩萨，他们是觉了法性。啊，《净严疏》里头说得很好，佛言能见真如，啊，能见真实如来藏中，不空实性。常寂光里是空性，什么也没有。啊，如来藏里面呢，有空有不空。啊，空是实性，不空呢，不空是实性所现的现象。啊，就是慧能大师讲的，能生万法。啊，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真实如来藏中不空实性，从这来的。如果你在现在一切幻象当中，啊，六根、六识、六尘，如果说楞严经上再加上七大，地、水、火、风、空、见、识。啊，这是世尊在楞严会上把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归纳为二十五大类。这二十五大类都有相，这些现象从哪来的？从如来藏中不空实性里头变现出来。实性里头确实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能够现象。啊，这个事实真相，佛也说不出来。所以佛只说这一桩事情，为真方知。你证得了，你就知道了。你没有证得，跟你讲，你也不会懂。啊，能不能讲得出来？讲不出来。为什么讲不出来？没有起心动念，怎么讲得出来？啊，我们要讲得出来，肯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起来了。啊，那这是什么回事情？这是六道凡夫干的事情啊！啊，十法界也干，比我们迷得轻，我们迷得重。六道里头，越往下去，迷得越重。只是迷雾不同而已。啊，现象有差别。景心思悦，能与佛一切智相应，如来所证的一切种子啊，与这个相应，那是佛的境界，觉了中道第一。这就是前面我们读过的
了真大所，这叫真 中道啊！啊，我们一般讲学里头介绍，讲一切万法体相，体是离体，相是现象，离事因果，我们用六个字啊，把宇宙万象归纳为六个字。演说时候啊，比较方便的。这六个字合起来叫中道，你全都明了，全都通达，绝了中道第一也。啊，这是绝了法性的意思。又曰一见佛心，故云觉法性。佛心就是觉心啊，佛这个意思是觉的意思啊，觉心是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不是从外来的，在阿赖耶四分里面叫正自正分，正自正分是佛性，是觉性。你怎么知道有自正分？自正分是体，就是自性。你怎么知道自性？你怎么知道有个佛性？这是自性本具般若，回光返照，照见了。像一盏灯一样，灯照外面境界，也照自己。光明遍照啊！故知佛也。能觉了法性，这是文句。所谓之本身，我们在前面读过的。非语言所能解，只有佛也。本来殊胜，这个殊胜说明它不是修的，像前面四种入也。天眼、法眼、慧眼，有报德的，有修德的。佛眼是报德的，是自性里头本来具有。只是我们把它迷了，现在不起作用。语言就是前面讲的四种，都不能跟佛言相比。是行佛言之彻，圆满的。却见至于具足者呢，显圆言之佛言之圆，
缘是什么意思呢？后头这一句说得好，具足一切眼之用也，肉眼的作用，天眼的作用，法眼的作用，慧眼的作用，佛眼通通具足。这道明心见性才真正证得了大圆满。我们再看底下一段，何以他经中有以慧眼为第三，法眼为第四，何以与本经相违？读经读多了，可能会有这个疑问。这一段在此地解释的好啊。这些经典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为什么佛说这个经的时候，说无缘的时候有这样的差别啊？我们这个经排列，肉眼在第一，天眼在第二，法眼在第三，慧眼在第四，最后是佛眼。可是有些经里头确实佛的排列，第一肉眼，第二天眼，第三慧眼，第四法眼，第五佛眼。配在哪里呢？慧眼阿罗汉证得了，法眼菩萨证得，佛证得的是佛眼，是这么个想法。为什么跟本经这个地方相违背不一样？下面说意气与妄息均是为有解释。本经所云，法眼之境与前二眼同时速地，慧眼呢实见真谛，真胜于速，故本经法眼第三，慧眼第四。这个意思我们在前面讲过我们看古德注解里头，如果是以俗地智，这个智是智慧以真地智，这有很大的差别俗地有没有智慧？有，不能说没有凡夫没智慧，这个一定要知道智慧从哪里来的呢？从清净心来的，从禅定来的，它不是从知识来的。凡夫只有知识，没有智慧。知识是可以从广学多闻当中得到，智慧不是的。
啊，你像慧能大师不认识字，什么都没学过，智慧开了，他什么都知道，没有一样东西能够难住他的，那是智慧。啊，俗谛智呢，没有离开十法界叫俗谛。啊，佛家的真妄是从十法界分，十法界上面是十报土。那是真的啊！十法界以内全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么阿罗汉辟支佛，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都用阿赖耶识啊，没有转识成智啊。那换一句话说，他们是凡夫。大乘教里面称六道为内犯，四圣法界为外犯，就是六道之外的凡夫啊，不称他做圣人。那圣人从哪里开始呢？从初住菩萨开始，圆教，圆教初住，别教初地啊，才能称之为圣人。为什么？他们用真心，不用妄心啊，也就是说，明心见性的人呢，他用的是真谛智，没有见性啊，阿罗汉没见性，辟支佛没见性，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都没见性啊。你看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见思烦恼断了。啊，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的习气没断。啊，他在四圣法界修什么？就是断习气。习气断了之后，他就升等了。啊，声闻缘觉就是辟支佛，他升了一级了。所以我们知道。辟支佛不但没有见思烦恼，见思烦恼的习气也没有啊，比阿罗汉高啊。辟支佛修什么？辟支佛断尘沙烦恼，华严经上讲的分别，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但不执着，分别都没有。这是菩萨了。菩萨虽然分别没有了，但是分别的习气有，习气不好断。习气断掉之后，他就又升一等了，他是十法界里面的佛。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你不能说他没有智慧啊，俗谛智。啊，虽然是佛，无明烦恼没断。啊，这个我们得搞清楚。啊，十法界里面的佛，实际上就是华严经实性位的实性菩萨，第十性。啊，菩萨是第九性，圆觉是第八性，阿罗汉是第七性。啊，实性菩萨没见性啊，无明烦恼放下了。啊，无明烦恼是什么？起心动念，也就是。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他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啊！他的眼睛像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确实没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尚且没有，
哪里会有分别之处？这是真佛啊！所以他的起心动念一断，从相似即佛，天台大师、智者大师讲的，十地菩萨啊，这个十信菩萨，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叫相似即佛，不是真的。啊，起心动念一放下，就是无始无明烦恼断了，他就变成真佛了，不再是法界了，他到一真法界去了。啊，到十报土去了，这是真佛，不是假佛。啊，为什么呢？不再用阿赖耶了。阿赖耶到哪里去了？阿赖耶变了，变成智慧。阿赖耶变成大圆镜智，啊，摩那变成平等性智，意识变成妙观察智，前面眼耳鼻舌身五识都变成了尘所作智，叫转八识成四智，这真成佛了，这叫分真即佛。啊，他们住十宝图。啊，所以十宝图里头有41种，41个位置。啊，圆教、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为什么还有十宝，还有这个十宝庄严图呢？习气没断。无始无明的习气真难断了。啊，不像前面的见思烦恼的习气，啊，尘沙烦恼的习气还好断。啊，无始无明习气太难断，要3个阿僧祇劫，自然没有了。啊，让时间慢慢的把这个习气断干净。习气对于菩萨自行化他都不产生障碍。啊，就是障碍你回归常寂光。除这个之外什么障碍都没有。啊，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你回常寂光。啊，回常寂光在《华严经》上叫妙觉果位。啊，究竟圆满的佛果。所以，真的有世俗世地智，有真地智。啊，这个排列次序是这样排的。啊，慧它以真地智，所以排在后面。法眼呢，它以俗地智，它排在前。啊，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本经所云，法眼的境界，与前二眼呢同时速地。啊，肉眼是速地，天眼也是速地。那法眼既然同时速地，所以它排在第三。啊，慧眼呢，实见真谛。慧眼就是化身菩萨就有了。转八识成四智，慧眼就现前了。
真胜于俗啊。故本经法言第三，慧言第四。这是排列的道理啊！若论起修之次第呢，先须大正，然后方能导俗啊。故他经中啊，有以法言居于第四啊，如《华严演义钞》。啊，它的排列跟我们这就不一样了。啊，为什么？这论修行，修行有先后。啊，也就是说，先要看破，你才能放下。啊，为什么你放不下？你没看破吧？不了解事实真相啊！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了，你肯定就放下了。如果这世间人真正了解因果是真的，恶鬼地狱是真的，杀盗淫妄这些事情他肯不肯做啊？他决定不肯做。啊，为什么？果报太可怕了。啊，在人间杀生吃肉，你认为这是享福，满足你的欲望，你能享受多少天？啊，那么将来堕在鬼道，堕在地狱道，那个时间超过我们这一生100倍都不止啊。啊，等于说我一天的欢乐，我付出的代价是100年的受苦，你肯干吗？啊，今天再乐我也不干了，后头是100年的苦啊。啊，为什么是人还肯干呢？不知道事实真相。极乐世界亦复如是啊！如果真正对极乐世界认识了解，我相信你会像黄忠昌一样，用3年时间修行到极乐世界去了。在这里3年辛苦啊，到极乐世界是无量寿的享乐啊，愿不愿意？当然愿意。啊，别说3年苦，30年苦我也愿意干。啊，不知道极乐之路，不知道。啊，真知道的人他真干，他什么都放得下。啊，所以修其次第，啊，先须大正，后方能导俗。导俗是教化众生。啊，故其他大乘经有把法眼放在第四。啊，举这一个例子，《华严演义钞》。啊，你看。
未到养生，先修肉眼。啊，一定要有健康身体。肉眼见粗不能见细。啊，然后再修天眼。天眼见色，未见真净。啊，天眼能见细色。天眼能见六道，不能见四圣法界。啊，那当然，诸佛如来的十报图就更不必说了。啊，他的能见量，只六道轮回。啊，我们通常讲啊，三千大千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以外，他见不到了。那么他也修慧眼，啊，故修慧眼，慧眼见理，未能见思。啊，先要明白理，然后思就明白了。啊，理要没有见到，思永远不明了。啊，你说这物质现象，多少年来？佛经虽然讲了，没有人能证明。啊，佛确实讲了，物质现象是念头变现出来的。啊，阿赖耶三心相啊，我们老一代的法师那时候教导我们常常讲啊，啊，阿赖耶的相分从哪里来的？相分是见分变现出来，见分要见，于是就出现了相分。这是老和尚教给我们是这么教的，我们也糊里糊涂就听了，不敢问呐。你要问老方，那经上的那注解，这祖师大德就这么讲的。啊，实际上呢，没搞清楚啊。搞清楚之后才晓得，佛没讲错啊，是我们自己体会不到啊。啊，他们见到的是一点都没错啊。啊，阿赖耶的三细相确实，第一个是业相。啊，从业相里面变现出转向，从转向变现出境界相。啊，阿赖耶的三细相。啊，那业相是什么呢？从四分上来讲，业相就是自证分，转向就是见分，境界相就是相分。啊，这是讲啊，它升起的次序啊。至于正自证分，是自性里头本有般若智慧。啊，业相、转向、境界相，全是幻想，不是真的。
一直到近代科学家，德国的普朗克，他一生的时间去研究，研究物质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几十年了，真正发现了物质的基础居然是意念，就念头。你看，不是跟佛经上证明佛经上一句话：“一切法从心想生。”佛在3000年前讲的，他把它证明了，用科学方法证明。所以他就在追研究心想啊，这个意念呢，意念是怎么回事情？这就没办法了。意念据他的观察，这个东西啊是无中生有。他的报告是这样说的：无中生有。那我们要无中为什么能生有？这就是个谜了，又是个问题了。那就向上一着，大乘经上讲的详细，可惜他们没有看到大乘经。如果他们看到大乘经，我相信他们会非常惊讶，为什么这个事情在几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就知道。释迦牟尼佛用什么方法禅定？就是前面讲了，自信本定。你只要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自信本定就现前，自信般若智慧现前。这所有这一切法，真的假的？真的邪的，全部明了。一丝毫障碍都没有，佛眼现前据佛说出，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所以大乘教里面常讲啊，生佛平等，生佛不二啊，又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一不是二，就说缺了。我们今天想证入这个境界，在这个世间真难，确实没办法，能彻底放下不能够，那怎么办呢？阿弥陀佛是帮了一个大忙啊！先让我们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放下，行吗？行。凭什么？天天听阿弥陀佛讲经，听久了你就豁然大悟啊！你就契入了。释迦牟尼佛讲经49年了，时间太短了。阿弥陀佛讲究无量寿啊，我们到极乐世界跟他一样，也是无量寿啊。无量寿的时间，我们相信肯定有一天大彻大悟。你看极乐世界用的方法，还是用讲经教学。我们到极乐世界是做学生去的，不是去享福的。是要到那边把自信的般若智慧、自信的德能相好，通通找回来，
就这么回事情。啊，然后证明了我们自己跟佛无二无别。所以慧眼见理没见事，理明白了，事不清楚啊。像我们现在，有慧，好像也有的慧眼了。大乘经上讲的这些，原理，我们都晓得了，可是事上不行啊。事上我们不了解。是了解事是法眼所以理明白之后还要去修法眼法眼为缘，故修佛眼法眼是菩萨慧眼。见一切智，没有道种智。法眼呢，道种智。知道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什么道理形成？怎么样形成？他全懂虽然全懂没圆满，圆不过来，所以要去修佛眼还要提升。那我们今天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修的佛眼，实在讲无眼圆明呢，他就加持给我，就借给我们用。我们用阿弥陀佛的佛眼来看宇宙，来看万法，虽然是借用的。也就好像是自己挣得的一样这是无与伦比、不可思议的境界。又知多论曰：“菩萨摩诃萨。”注意后头这个“摩诃萨”三个字。摩诃萨是见性的菩萨也就是指这四十一位法身菩萨初发现时最初发现的，就像我们现前，我们现在是最初发现的，以肉眼见世界众生受诸苦患，心生慈悲也，故求慧眼以救济之。这慧眼什么？智慧啊！我没智慧，看到众生受苦受难，帮不上忙现在我们很清楚世界这么乱，地球灾难这么多。我从03年开始代表澳洲大学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这10年来参加了10几次与会的这些朋友们，可以说都是全世界
各国各家地区的精英呢，专家学者在一起来讨论、来研究如何化解冲突，如何恢复世界的安定和平。我参与之后才晓得，联合国做这个事情做得很久了，70年代开始。换一句话说，这个会已经开了30多年，将近40年了。有没有效果呢？这我们大家都看到了。社会这个世界一天比一天乱，冲突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没效果啊！让我深深感觉到，知识解决不了问题，智慧能解决。啊，智慧呀，你对问题看得深啊，看得透啊，知识不行。啊，那么今天大家一昧的是寻求知识，把智慧呀忽略了。啊，知识迷在物理上。啊，这个世界的物理学确实很发达。啊，太空物理、量子也是物理。啊，但是心理没人去研究了。啊，所以普朗克的发现，我相信再有20-30年大家就认识了，这个发现太伟大了。如果普遍为这些科学家所认知的话，我们的思维方向马上会改变，我们从物理转变到心理。啊，为什么？起心动念能影响物质。物质不能影响起心动念。佛在经上说，境随心转啊，这是真理啊。啊，那我们今天现在讲，现在人是心随境转，被物质环境所转，这就苦不堪言了，不能解决问题啊。啊，就中国传统文化管用，大乘佛法管用。啊，而提出这两句话的呢，是英国汤恩比博士。啊，这是英国近代的一位大哲学家，他提出来，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他提出来的。啊，所以今天佛法要讲，不能不讲。啊，汤恩比说的大乘佛法，啊，这个经是大乘经，经题上就有大乘。佛说大乘无量寿。
啊，这个经里头有没有讲到？有。黄念老引用经论来解释这个经文里头，这些意思通通都包含在其中。啊，我们在认真学习。啊，学习这一步，等于你学习了100多部大乘经。啊，注意，大乘经里集精要的精华，啊，读这一本就读了许多大乘经了，最精彩的部分我们都读到了。啊，所以真理这一句《知足论》上讲的好啊，正是我们现前社会状况。啊，菩萨们以肉眼见世界众生受诸苦患，心生慈悲，故求慧眼以救济之。啊，但是我们现在生慈悲心救不了。我们没有去求慧眼，不知道慧眼能救济。那么得到慧眼之后，慧眼是道理明白了，这方法呢？方法必须要从法眼来。啊，见众生种种啊不同，云何令众生呢？得是实法，故求法眼。法眼里都有方法。慧眼里都有智慧，有智慧有方法，你才能引导众生。大真方能导数啊，法眼可以导数啊，但是他要依慧眼来啊，他没有智慧，他没办法。啊，是为他经之序啊，别的经为什么要把慧眼放在前面，法眼放在后面？这是把这意思说出来了。啊，至于本经呢，则以真身于素，故以慧眼为第四。啊，是其本经法会二言之序，不同他经之故，这也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段文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